老公，雅诗说还想去云顶和浮潜看鱼。MCO 一年没工作，没钱去玩了。没事，妈咪想到办法。妈咪买了存钱机给你，以后妈咪雇娃和卖书的钱都给你。我还没弄好，还会弄去吗？会呀。你好。你好，我还想要。你赚的钱呐、啊？这样多钱呐、啊嗯！这样可以去云顶跟人看鱼眼喽。还不够，还很多。让你继续照顾啊！继续照顾啊！